盧彥澤挑戰近全裸上陣，范少勳直誇身材好到讓人心動。盧彥澤全裸上陣，圖吃口 TV 提供，201803.13。BL 网剧 S.H.E Story 2第二单元越界开播后广受好评，盧彥澤和范少勋在剧中是性感担当，其中盧彥澤在一场淋浴戏近乎全裸上阵，盧彥澤表示，这应该是我拍戏以来最大尺度，一开始会担心自己身材不够好，我就做了2个月的密集运动，加强腹肌、胸和肩的线条。范少勋也夸赞彦泽身材比例真的很好，让人看了很心动。问及盧彦泽和范少勋哪场戏 NG 最多，两人表示是在洗澡间的浴巾戏，盧彦泽透露剪浴巾那场戏是我们 NG 最多的，除了我的裸露尺度比较大，主要是因为浴巾很难掉，少勋要剪的自然也不容易，后来总共掉了10几次才成功。负责剪浴巾的范少勋更是利用大家放饭时间勤练剪浴巾。越界高颜之配角王玉祥、左起、徐少瑜、张哲明、谢丽红备受讨论，又为男主角盧彦泽。图吃口 TV 提供201803.13。范少勋饰演的夏雨豪在剧中个性冲动火爆，个性直来直往。范少勋说，雨豪其实很像小时候的我，我以前原本是篮球队，球队是我很重要的生活重心，但国中时因为受伤被迫退队，当时心情很差，认识了一些朋友就变得很冲动，常常打架，让家人非常头痛，后来是因为外公过世前的一句话，要我不要让妈妈担心，我才整个改变。